直播吧。11月19日是北京时间11月19日19点35分，中国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的一场比赛，也是收官之战，在中国 U21 和墨西哥 U21 之间进行。上半场，中国队禁区内仅为出现失误，纳瓦罗首开纪录，刘若凡利用定位球，不失扳平比分，中国 U21 暂时1-1墨西哥 U21。 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，最终 U21 国足1-1墨西哥 U21， 此役战罢， U21 国足也结束了本次四国赛的征程，最终取得了1-2的成绩，获得了亚军，墨西哥获得冠军。本次万州四国赛，老帅希丁克执教的 U21 国足亦和泰国、冰岛两支 U21 国家队进行了较量，取得了1-1的战绩。最后一场面对的是前面两战全胜、实力出众的墨西哥 U21 国家队，双方的胜者将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。中国队加油！阵容方面，上一场对阵冰岛的首发门将郭全博，由于备战足协杯决赛，已离开 U21 国足，回到国安。库迪热替首发登场，黄正宇担任队长。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，上半场比赛开始。第五分钟，贾瑞欧左路传中，拉拉中路停球后的被门将扑出，禁区内国足球员仅为失误，纳瓦罗门前补射把球打进。U21 国足0-1墨西哥 U21。 第16分钟，胡靖航铲球时对罗德里格斯犯规，被裁判口头警告。第20分钟，墨西哥右路传中，第一点被中国球员挡出，卡瑞欧外围一脚吊射，被库迪热提没收。第26分钟，中国右路传中，被墨西哥球员顶出，可惜球速太快，刘若凡没有停好。第32分钟，中国队冯博轩右路任意球开出，林良铭甩头攻门被对方门将化解，刘若凡机敏牵查补射扳平比分， U21 国足1-1墨西哥 U21。 第39分钟，姚道刚拼抢时亮鞋底犯规，被黄牌警告。第44分钟，罗梅罗右路到三角传中，被迪利穆拉踢进来。第47分钟，雷耶斯任意球直接打进角，被库迪热提扑住，上庭补时。一分钟后，上半时比赛结束， U21 国足暂1-1墨西哥 U21， 一边再战。第48分钟，中国左路传中，胡靖航的头球攻门被判犯规在先。第57分钟，中国队左侧角球拔出，林良铭抢点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，随后头球补射顶高。第58分钟，刘若凡眼角流血，经过包扎后重新回到赛场。第66分钟，严鼎浩中场拼抢时战术犯规，吃到黄牌。第67分钟，墨西哥右路发功攻势，洛佩兹突破后转中，罗德里格斯头球攻门顶偏。第78分钟，墨西哥左路传中，马丁内斯禁区弧顶处打门偏出。第82分钟，洛佩兹中路带球后一脚低射，没有打上力量，被库迪热提没收。第91分钟，罗德里格斯左路突破后小角度打门踢偏，伤停补时。4分钟后，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 U21 国足1-1墨西哥 U21。 中国 U21 出场阵容：3-1库迪热提，4温家宝，5黄正宇，9刘若凡，8-11-17杨丽于，13郭靖，14林良铭，7-12-19雷文杰，15姚道刚，7-12-20曹永靖，16冯博轩，40-6-11陈彬彬，18胡靖航，86-23阿布杜海米奇，21严鼎浩，81-6吴伟，24迪利穆拉提，46-3李申远替博维出场，8高华泽，12谢维军，22白金明，26未来，29李阳。墨西哥 U21 出场阵容：12冈萨雷斯，46伊瓦拉斯克斯，2罗德里格斯，3索洛扎诺，萨维德拉，82塞拉吉拉尔，7罗梅罗，5617洛佩兹，8雷耶斯，72-20杜拉马丁内斯，9纳瓦罗，56-19坎普，
十拉拉七十二用埃斯基维马丁内斯，斯巴拉扎八十二次，加西亚马丁内斯，十六里维拉，十八贾瑞欧，五十六十一尤尔特替补位出场，十五阿罗约。